我叫海国宝，家住在宁宁县宁宁镇元龙村。我们这个村连同整个宁宁镇都是移民，在这里生活，每天都在变样。 2019年7月19号，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你好，哎呀，这是炒的青菜啊。看我这西红柿鸡蛋，说呀，这闻起来就香。总是来问问你们在老家，你就是过得好不好？我们那点那个地方条件困难得很。 Haiguobao used to live in Xihaigu, an arid region among the southern mountains of Ningxia. Due to its poor roads,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severe soil erosion, in 1972, the World Food Program designated it as the least habitable region. 不同街，不同路，多少人都想走出山沟。 穷到啥样？早上洋芋面，中午洋芋面，晚上洋芋面，吃水远的很。路它就是那个山路，这一下这个国语把路吹断了，就没办法走。As part of his poverty relief campaign, in 1996, China introduced the pairing up scheme. Under this new initiative, the backward Ningxia region in the west would receive a helping hand from the prosperous east coast province of Fujian. In 1997, Xi Jinping, then deputy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 of Fujian, visited the Xihaigu area of Ningxia. 我记得当时来的时候呢，我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虽然穷地方我也都见过，啊，我也住过，但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 90年代，我们这儿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苦的地方，我还是心里啊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动员更多的企业去到宁夏去找市场，啊，到宁夏去搞开发，啊，这个结成一些联合体，啊，共同发展。Xi Jinping was in charge of Fujian's effort to assist Ningxia. He proposed the resettlement program, under which entire village communities in Xihaigu would be moved to the more fertile land near the Yellow River. 97年，我到这里策划的，搞这个移民吊庄工程。吊庄是宁夏的村，村从这儿吊到这儿来的，吊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啊，人搬出来，让他们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来发展。As a mark of gratitude to Fujian, the new town was given the name Minning, combining Min, the nickname of Fujian, with Ning for Ningxia. Fujian的翟家技师，人员给我们操作的，手拿手的就这个技师这。刚我们村上啊，就是搞了300多盆蘑菇，一个盆一年下来有收入8000多块钱的。养羊一年挣个3-5万块钱，种葡萄、种地一年挣2-3万块钱。 这几年来，收入比以前这个增加了至少有10倍。这个环境把我们这个人这个思想也改变了。只要我们出去能打工，啊，钱拿上走有粮，咱们再不靠钱吃饭了。在家里住的啥？住那个住房，他就是那个山沟，你挖那个石窑洞。啊，我们摆着这点的是啥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啊，我们在老家的是一月天气也吃不上一顿肉。 摆着这点，就蔬菜、水果，有啥有啥，啊，路通、电通、水通，我真想是做了一个梦啊！闽宁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是扶贫的一个必要手段。
生活收入增长了几十倍的，20倍，500块到现在10000多。再有呢，你们搬出来了，也把那个生态啊，生态修复啊，改善修复啊，这个是一条非常可以啊持续走的。我看到你们这个生活啊，看到你们现在所洋溢的这种幸福感啊，我内心也感到很欣慰。我还就给娃娃就还说，我你看，我基本上多半辈子就文盲的，我希望叫你孙子在这个地方呢，看能念着能上了大学嘛，这是我最大的希望。补习班去吗？啊？你补习咋么个？啊？你放假了？不补习啊？我放。对不起，老师妈妈。